OK， 准备去七楼看看他的那个无边界泳池怎么样，我们去游两圈，泳镜没有了，就只能这么游了。 Let's go， 出发。哇，这个泳池这么大的，真的是无边界，会不会游出去啊？没有遮阳棚吗？你好 ，Hello。Hello。还有个小宝宝这里。哇，这么高的，没有人游哎，可能天热的原因吧。这是海水吗？有多深啊？哇啊，说是无。不行，这太阳太大了，游不了啊，兄弟们，这大太阳得晚上能来游，看看就好了哈。这里上去下来的啊，可以可以可以，我们等会儿来游吧，这太阳太大了，而且它这里还没有这个太阳伞啊。它这水是没纹，应该是海水吧。它这个酒店的这个泳池其实卖点挺好的，无边界泳池啊，你看，而且在那里就能看到海啊，离海也不远呢，这里看到没，海就在那里，估计直线距离不超过300米，一览众山小啊，可以啊。旁边那个也是个酒店，那个酒店就没有那个泳池了，看到没，可能是在室内也不一定哈。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个马路了，公路。哇，这个房间多，这个酒店大，这个房间好多好多。我们晚点再来，太热了，这太阳这么大没法游的啊。这是家印度餐厅啊，继续翻译吧，翻译实在是点不出来呀，兄弟们。乡下地卡玛莎拉啊，玛莎拉 chicken 鸡肉，这个是知道，黄油鸡好难呀，还好有翻译软件。费时是鱼啊，啊，就认识个鱼 ，chicken 鸡啊，这是鱼，这是鸡，这有啥难的呀，对不对？啊，这个应该海鲜的意思呗，是不是？干嘛这？我知道，要个鱼块吧，烤鱼块，350，好吧，来个烤鱼块 ，Hello。这个叫啥 fish， 这个 barbecue 烧烤，烤的这个 OK fish tikka OK、哎、对 fish 啊，那个意思这些都是烤的 barbecue 啊，听明白了。这个应该是送的，好像是一种薄饼，然后他这边给了，看到没，这几个三个调料，这个是圆葱，这两个是蘸料啊。那个服务员说把它蘸到里吃一下就可以了，体验一下啊。我点的啤酒上来了，这个冰冰的好。今天我们这误打误撞撞到一家这个印度餐厅，就在这酒店的对面，正对面。哦，不是，酒店的楼下啊，说错了。这个酒店在楼上，楼下就是这个印度餐厅。就近嘛，照顾一下邻居啊，我们尝尝。说实话，这东西咱也不知道是啥东西，绿绿的，他说是蘸着吃的。焦酸焦酸的，这兄弟。所以没有一个本地人带的啊，这个吃过的人带的，你这个吃就是一个很优秀的体验。这是圆葱吗？圆葱还好吃，我们感觉这个酱好吃一点。然后再放点圆葱，是不是这么吃的？跑泰国来吃印度菜啊，也是一个体验。前两天吃的都是泰国菜了啊，酸酸辣辣的。这两天那个味觉啊，品味的味道啊，有点乱，有点杂乱。这个绿豆酱不知道什么，有点辣辣的。BBQ 认识。
费时认识，鱼点了，他点了一个羊肉炒饭，好吗？羊肉手抓饭应该是，他点了一个蔬菜，两个菜一个饭，还有个赠品，啤酒，妥妥的。查了一下资料，知道了，他这个绿色的蘸料啊，看到没？绿色的啊，新鲜的香菜、薄荷叶，还有姜末、蒜末、青辣椒碎、柠檬汁、椰蓉、盐等，通常是来蘸薄饼的。那个深颜色的不知道是什么做的，反正也是一种酱料吧，可以这么理解。这个饼好像里面放了很多辣椒，吃起来非常的辣。嗯，这个酱料有点甜，有点甜辣。这要是我老爸来，肯定是吃不惯的。Hello. Thank you. Thank you.So, this is fish tikka. Thank you. This is 鱼肉 barbecue. 好了，我们的三个菜上齐了啊！看一下这三个菜分量都不是很大啊。这个是鱼肉，这个他点了一个综合蔬菜，结果是个酱啊！我以为是蔬菜呢，乱七八糟的蔬菜，结果他竟然是个酱，是个啥呀？咱也不知道啊。直接这么吃吧，我感觉弄这个盘子更麻烦。反正自己吃啊！我去，这是酱啊！我点的是好多蔬菜吗？不说，看这饭怎么样？这酱没吃，吃不来。嗯，这可以。嗯，这个酱放在饭里一拌，各个葱，翻一软件。我以为是很多种蔬菜放进去的，它显示的也是多种蔬菜的组合，结果确实多种蔬菜组合。你看，西红柿啊什么的，豆子啊，青菜啊都有，但是它是酱，这就尴尬了。还好点了一个饭，这样拌着吃可以的。我是不是用手抓呢？哎，抓一下。抓不来，还剩勺吧。有些东西真的不是咱们擅长的。不过这个酱拌的饭挺好吃的。这饭为啥这么红呢？而我点的羊肉拌饭呢？羊肉呢？怎么只有这个萝卜没羊肉呢？这个是鱼肉吗？好像土豆呢。嗯，看看这颜色。黄黄的，插的喜欢用右手拿，左插右刀，这不习惯吗？嗯，虽然不知道什么鱼很嫩，看到没有？也没什么味道。还好点了这个酱，这酱口味很重，放鱼上也能吃。嗯，哎呀，人生啊！36000天啊，啥都得经历一下。Cheers！ 哎呀，这个酱汁料我形容形容啊，好像有奶酪，有豆子，咸、微辣、微酸，哎，还有胡萝卜，有香菜，香菜的味道很浓郁，可以不难吃，我能接受。后面吃有点咸，咱也不知道配啥吃，但这个鱼确实很淡，自己点的，兄弟们含着泪得吃掉了。我感觉啊，以后就不能好奇害死猫，你不会点菜你就点肉，哎，猪肉啊羊肉啊肉错不了，不懂东西不要乱点，这个没问题，这个当时看他知道是这个手抓饭嘛，点菜的时候一定要看清楚它是酱还是菜，你知道吗？还要点这个饭了，不然没得吃了。看到了没？光盘没光上啊，吃撑了，妥妥的。这个酱料味道不错，所以说总体体验还算成功。我们准备买单撤退。好，我们消费的是1112泰铢，大概200多块钱。也是一次美好的体验，棒棒的。它这里已经含了那个7%的服务费了啊，所以说你不需要再付消费了。